谁最佛系？我吧。可能吗？为什么大家都指你了？怎么个佛系法？刚什么时候指的？就是比较刚刚指的，比较地稍微和平一点，是不是？对。你是比较佛系一点的召集人。对。那怎么跟选手相处？比如说，佛系的相处啊。佛系的相处。对，就我觉得每个选手都是为了梦想而来的嘛，我觉得加油梦想。OK。鼓励，给他们鼓励。小鹿哥是比较鸡汤吧？鸡汤。对对对。鹿汤。不残忍，鹿汤。鹿汤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